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16周喽。这个线上真人方案呢，本来应该是可以一个这个线上真人方案呢，我们再过两周呢就要结束了。不知道各位同学是会不会学得很辛苦？我们第一年做有很多不熟悉，很多错误的地方，很多给各位同学添麻烦的地方，不便你线上学习的地方。那之后呢，我会好好的做改进，希望明年呢可以更顺利。好，那在这第16周，我们在上个周的结束的时候呢，有跟同学预告，我们所要做的是大学里面最容易遗忘的事情，那这就是亲情。16之一这个节点呢，我就是要来谈大学里面呢，生活里面的各位同学呢，最容易遗忘的就是亲情。那我们的学习目标就是能够让各位同学了解你很容易遗忘这件事。为什么大学里面最容易遗忘的是亲情呢？因为各位同学，我们然后我们安排的篇章呢是陈逸之的《异乡人》哈。那为什么要安排同学来阅读陈逸之的《异乡人》哈？然后我们好让同学来了解大学生活所遗忘的呢？这是因为呢，就在我的观察里面呢，发现呢，各位同学的大学生活呢非常的忙碌哈。你不用问我在忙什么，因为其实我期间也是非常的困惑。我常常嘲笑我的同学生们啊，就是说他们日理万机就是每天熬夜哈。那我熬夜熬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哈。有时候真的是打电动而已，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也看到同学们在念书啦，在做学会的活动啦，在练舞啦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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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所以呢，同学们的大学生活呢，几乎都是相当的忙碌的。所以呢，你也看到我这边哈，看到这边，这是我之前偷拍同学。中间下课休息的时候的状况，你就发现他们几乎都在睡觉啊。现在就是这样，同学们下课呢几乎都在睡觉，没有睡觉呢，大概就是去上厕所。为什么这么累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呢，可以想，可是这个是每年都是如此，所以我想各位同学进入大学之后呢，没有意外的呢，大概就是也是这样子忙碌的大学生活。大一上还好，大一下真的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忙什么啦。总之呢，这些忙碌的生活里面呢，就会看到各位同学，因为你在学校里面，你要一直面对这些人啊，学会啊，同学啊，功课啦，老师啦，所以很自然你就会忽略掉一件事情，就是各位同学的父母。因为好不容易到了大学啦，那大父母呢可以约束你的事情变少了，他又一直叫你读书，很奇怪啊。所以呢，我也常常听到同学们在回馈的时候说到，其实他也不想跟妈妈吵架，可是他已经很累了。其实同学真的是很忙碌很累的，那妈妈呢又说一些妈妈觉得是关心他，但是他对他听起来呢是完全不了解他处境的一些劝告。他就觉得很烦，所以呢就挂电话，然后呢挂完电话他又很伤心，想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母亲，可是很难。或者是有的同学会忏悔说他怎么好像很久才回家一次，或者是也有人觉得说他很想回家，可是他没有办法，因为这边实在太忙了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这一周呢，我就是想要提醒同学，我不是要跟同学鼓吹孝顺，孝顺这件事是要你的心里面真的想孝顺，这个孝顺呢，它才会感人，才会真的深入到你父母的心中。那我这边想要谈的是说生死。为什么要谈生死？因为各位同学，当你当我们呢一天天忙着在过大学的生活的时候，你一天天在应付你的考试，一天天在应付你的作业，一天天在应付你学会的活动、社团的活动，做都做不完哦。在你的体会这些大学生活的时候，你的父母也在一天天的慢慢的变老，慢慢的迈向死亡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呢先来看一段影片。然后看完这段影片之后呢，再来跟同学再来继续说明。好，
这是一个平凡不过的小渔村，年轻的父亲独自的抚养着我。我的父亲从小没有念过什么书，所以理所当然的成为村里的渔夫。父亲就如同一般传统的父亲，带着严肃与沉默。印象中，父亲从来不知道如何表达对我的爱，也更不用说他会说出口，带着微笑摸着我的头，恐怕是他的极限了吧。导师犯错的时候，骂或责备就显得容易多了。不过记忆中的父亲很少动手打小孩，除了那一次的例外。那一次我哭了，他也哭了。那天晚上父亲进来房间，他帮我擦药的时候，我假装睡着不敢醒来。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，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辛苦的，但是父亲始终是努力的。因为一直以来父亲总是有个希望，我们能够有间房子。父亲一定经历过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，朝着他的希望前进。那一年的过年，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。那天父亲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如同我说的每一句话一样，出去了再也不会回头了。父亲在58岁的那一年生病了，他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前天洗的床单还没干，今天的沙发又湿了。我的事业才刚开始，却经常得赶回家，然后把他带回家。他好乖哦，下面那边睡新郎啊。随着病情的严重，有时他甚至忘了我是谁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病发，早已超出我照顾的能力。我希望他有更好的照顾，而我可以继续我的生活。父亲一天的清醒，打了个电话给我。到了疗养院，在病房门口，我听到了看护人员的碎念。瞬间安静下来的房间里，只听到他失禁的尿意沿着床角滴落。一封信放在父亲的桌上，打开后是父亲很吃力的字，以及一张泛黄的照片。信上写着：对不起，生病让你很麻烦，我不想要忘记你，我很努力的想要记得你，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。信的背后夹着一张保单，那是他一辈子的努力，以及一辈子对我的爱。
留给最爱。我的骨力甲你扯断。合作金库人寿，房贷寿险。看完了这个节点是看完这影片是有点感伤哈，嗯，可是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哈。那当然那个影片他是为了失智症所拍摄的，可是我觉得他很传神的讲了一件事，就我刚刚说的，其实各位同学，你的父母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的变老，就像影片当中那个小男孩变成一个上班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也变成从一个照顾他的人变成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了。那你的父母不也是吗？哦，当你在大学里面过着精彩的大学生活的时候，你的父母难道不是在一天天的变老吗？你的父母的白头发难道没有增加吗？他的身体难道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吗？好，所以我在谈这些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要恐吓你，只是为了要提醒你，在大学里面看起来很美好很忙碌，我们好像很努力的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原来拥有的呢，也要记得要把握啊。那原来拥有的则是什么？就是一直在你身边的亲情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在下一个节点呢会继续呢跟同学呢来谈，谈什么呢？谈生死无常。那我之所以要讲生死无常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提醒同学亲情在大学里面呢是如何容易的被遗忘。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之后呢会利用那个陈一之异乡人这篇文章呢来做探讨。好啦，我们这个节点先到这里好了。好，有些话呢我留到后面呢再来跟同学做说明。好，那我们就往下一个节点前进咯。好，谢谢大家。